Thank you.
Thank you.
妈，我不能老是靠着您啊，妈！回头我向学校申请住宿。不是，妈，妈要迟到了，快把资料给我。哎，妈在这儿等你啊，待会儿下课了，妈赶紧上厕所。不用了，有同学帮我的。哎。
老师，学校批准我住校了吗？没有。志华，要是住校你怎么生活呀？你得先学会生活自理。志华，来。你能不能让自己吃啊？他自己怎么吃啊？他只要用脚，怎么吃都行。你看看，你还让不让孩子吃饭了呀？青春期的女孩子，这个时候身体发育，她一般就是那种天生就好身体，是，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克服，保持高规范。哎，您侄女儿知道是不是的？你的侄女儿啊，我在那边的，我找不到。老师，我不想找我，我要回去医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刻下种种的歌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经历的伤都不感觉疼，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待阳光，静静看着他的脸，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，重重的壳挂着静静的仰望，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站着叶片往前飞，当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，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1米8，太烫了，没事的啊，很烫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快点，下去下去。自己上来吧。
我。哎，看书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这是昨天的捐款，顾小丽带头捐的，她捐了50呢。你家前两天不是遭天吗？你把钱拿着，拿着。我不要。拿着吧，别。不要。你先把学费交了。你是个残疾人，你需要别人对你的帮助。我不能要这样的捐款。你，我不需要那边可怜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我对他那么好，谁让你对他好了？你对他越好啊，他就越来劲。队长参加比赛刚回来，这次他拿了4块金牌。好，今天队长带着大家练。今天咱们练蝶泳，蝶泳的主要动作是提臀，还有就是动作要连起来。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动作。哇，队长真棒啊。他的身体条件跟你差不多，所以你要仔细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，要动脑子。抬头，好，注意平衡啊，速度加快，好，掌握平衡，好。又熬夜来着吧？跟你强调了多少次，现在运动强度这么大，不许熬夜，你怎么老听不进去啊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着急。快，去找队医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志华，今年没有录取，你明年继续再考吧。可是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正在选拔运动员。全国比赛，那你能参加得上吗？我去和教练争取，我还游得不太好。那你就快点回队训练去吧，你妈有我照顾就行了。那什么，你明天就走。那好吧，走了。奥利，快，好，100 102 103 104 105，保持，再快，快点。志华打个电话叫他回来吧，他爸不想让他回来，怕影响他训练。
而蝶泳呢，对于一年来讲呢，要求他呢要很好的利用打海平水的技术。而我们看呢，参加这项比赛运动员呢，他们大都失去了伤臂。志华他的蝶泳水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杨福英游在第一，李红威第二，志华是第三个转身，已经超过了五位选手，是相当不容易了。志华现在是紧紧咬住对手，现在他仍然处在第三位。转身，好，现在进入第三种泳姿蛙泳，现在江飞鹰遥遥领先。志华在关键时刻现在开始发力了。五位老将江飞鹰仍然保持在第一位，志华显然是加速，他在发力。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，谁取得比赛胜利，即将代表中国参加残疾人奥运会。志华仍然处在第三位，前三位选手远远甩在身后。姐姐，快看，志华加油！现在江飞应该处在第一位，李红梅处在第二，志华列第三。小丽，松手，松手，快，哎，来来来！
再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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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再高点，志华，教练，志华，嘿，嘿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保证你啊乐得飞到天上去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是什么？你猜猜。奖金。是录取通知书。真的？省体育大学啊，根据你的高考成绩和这次在全国比赛的结果，补录你为他们大学的大学生。爸，我考上大学了。飞，飞过绝。